各位专家、各位艺术家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！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各位领导、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南音的传承与创新发展，一起梳理南音的历史渊源与发展，领略南音的传承与创新，感受南音的传播与影响力。期待通过今天的交流，加深两岸学术交流合作，增进两岸同胞彼此了解。南音界一直到现在争论南音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，是唐宋还是两汉？当初的雅乐的状态，特别是从舞蹈的状态上，究竟有什么关联呢？可能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。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现代生活、跟现代的产业发展是能不能结合？所以这有很多引起大家的争议。我们南音的唱法不是众人一生的，都是唱本嗓的，不同的人唱是你自己的风格。有一个铁的规定，就是咬字发音，我们河洛古语是保有八声韵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平嗓去日，包括那个入声，也只有我们南音有这样的保存。美俄的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，就是那些舞蹈的动作，那些优美的让我们着迷的古代美女的这种形貌，那些动作，它和南音有机的结合，古老加古老变成了新。所以我想对年轻的朋友再说一句，创新没有那么简单。大陆呢，从上个世纪当代舞蹈的发展以来啊，一个受到了芭蕾舞影响，一个受到了现代舞的影响，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自己。我个人觉得我们中国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我自己觉得有两点你具备了，我就觉得非常棒。一个就是你的独特性，世界各地没有，外边没有，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宝贵的东西。还有一点我认为很棒的就是高级，这两点东西我都在汉唐乐府中感受到了。跟这些零零后的，其实我充满了乐观的希望。文化艺术的这一条路上，我们本来是匍匐前行的，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。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，华夏振兴必须发扬光大。